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哇，哦，好热，今麦在倒位？哦，我咧淡水。淡水。淡水有台高车。哦，你看，夏天到了。这么早，一定是台很特别的车哦。很特别啊！我在这边一定是很厉害的。耶、到了。好啊。一样，我先看车好了啦。这种车。好长哦。这个。马车柱你还不知道是什么车是吗？啊。以前车长得像马自达那样圆圆的，是这样。好像是的，对。好像啊。SG400 啊。我把门打开好了。我以为都是敞篷车的，这个没有敞篷啊。哇，就这样而已哦。我以为它可以打开很开没有这样而已。啊，这极限哦。对啊。SC400。哇 ，SC400。啊 ，SC430嘛，现在新的嘛。430蛮久了。对啊。这是他哥重点来了。买得到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他们还蛮特别的，这样吐出来一只。对啊，那扣到上面去啊，对吧？酷吧？引擎盖好长哦。哦，好重。你怎么知道那个雨伞是这个功能？当然哦。这是 V8 引擎。对啊，哇，这边 V8， 你看这边。还有弹性，但是这边有这个。哇，其实水管快要换掉，因为就要破骨起来。破骨，帮你加。对啊，有没有？哦哟，变大了，胀大了。你看以前的 ABS 好大颗哦。哪里？这 ABS 哦。这个。这个。这个 ABS， 记得。整颗。对，这颗很大一颗，你看。哇，刹车油管这样过来这边，这刹车油管。嗯。还不漏水。对啊，一样会进水的。真的是老到我都看不太出来有没有换过零件了。我看着，等一下帮我你照一下这个。啊。那个结构强不强？有哎，我刚印的那张有讲到。他为了加强人的支撑，所以他把它做多了，你看多了好像有四根的样子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很粗哎。电动椅好的。方向盘电动的哦，方向盘电动，那时候就电动的嘞。台长真的是长这样，帅。帅哈，而且还是那时候已经有萤幕了。萤幕应该后来换的吧？我去发动一下。哦，触局发嘞哈，你看死了吧？你说可以哦，又活过来。这几年前的，一样定速的加内啊，哇，它都不会变啊。对啊，前面看七缸嘛，到底好啊坏？那游戏买到我们再试一下，按一下过一下就可以了。对啊。哦，我们看个坏啊，它的。档位开关的灯都烧掉了，你看 P 档不见了，不是很准。哇，爱漏漏哎，空档不给。哇，反应比较慢。对，没有问题啊，爱漏漏该走了。重点是它好像一个这个什么灯？哪里？这个啊，五角大厦，皇冠多啊，那什么？皇冠总统上车。皇冠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哇塞！里程是多少？15万，对，2858迈，赶了已经27，还当赶，蛮帅。这看起来跟你在讲会不会掉价啊？跟我们家的日程有点像，就是这样。那时候就可能就是那时候流行它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样有没有按下去，然后发射子弹，飞机有没有？哇，按下去，起飞。重点是我刚刚发现了一个蛮整体的东西，它这里有一个锁头，这是什么？
push lock 很 lock 后车后备盖行李箱应该不能开，皮椅状况很好啊。嗯，应该有用过，我觉得。啊，后面呢？后面应该还好，做不掉的。后面没有人做过，不应该成功，对吧？可是就是久了，就是一些塑胶件可能有没有？这个塑胶件可能就久了裂掉，嗯，都很正常啊。啊，这边比较严重，还有溃锈的。溃锈证明这边没什么人做啊？对，比较长的是这个。那现它这个是，你看玫瑰的嘛，这都有贴纸啊，我刚看过，进去很好。就这个没有，这个算吗？不算了，这个不算。应该这个有换过，可是那贴纸不见了啊，我找不到啊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这边有贴纸。对啊，那边有啊。好，看完了，很标准，一台老车。轮胎刚看是2018年，43周。就这个、啊、看起来应该是，只是这间历史久远了，所以你是怀疑他好像换过，可是应该也没什么，不会影响。可是他都30年了，对啊，有差吗？主要是这个啦，哦，奥丁这边也有，奥丁，可是他这边也有一些，对啊，猫，很好看，他前面大灯也有照坠啊，也有照坠，这里，对啊。1992，没错。1992，哦，真的30年，刚好30岁。1992，真的。3966，对吧？系数啊。7000。对啊，7000cc的。好，那不然我们先去楼上。好，我们先去。哎，有小师姐。去哦，相关的值班嘛。好，哎，我知。好了，敲好了，跟他们敲好了啊。等一下跟再敲一下就好了。哦。因为我要知道我的底牌是 S 嘛，多打了才跟人家换、哦，对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好，我去跟人聊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牵车了吧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拜拜。皇冠嘞，水箱水，水箱水是，可是它那个地方就是水箱水的温度啊。好了，买到了，买到了。收购价我们收购价10万块。售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风爸买了不怕会算盘。声音是蛮好听的，这换个排气管，如果跟你一样，应该就很壮观。它那装其实保持得到很多，可是有还是算完美的啦，老实讲啊，可是就是有一些可能就要再整理一下。你说像这里，这个、比如对，像溃气味啊，或者是对我这个门板这个，它可能去压到吧，把它压裂了。对，还有这边哦，左右的溃气味，为什么开车还流汗跳？对啊，因为真的冷气坏掉了。今天太阳不错，你看，哇晒的。外面的风还比较凉，对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边还打不开，这边还打不开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一天就开过了，嗯，啊，很热，所以没什么音响在听啊，开起来底盘真的没什么声音啊。他、啊、毕竟他老车了啦，他、啊、今天本来是一个皇冠，开一开，今天竟然连手刹车都亮了。你手刹车它很亮的，有没有？它不会灭掉的、啊。你说那个 brake？ 对啊。哎、欸，那天真的我没看到这里哎、欸，这里竟然蒙掉了。那天在地下室真的太黑，我没看到，是吧？就这样。其实跟我们那个怎么讲？因为它开起来是类似像 Camry， 可是它是后传的 Camry。Camry 啊，比如说3.5那种感觉的，就力道比较大这样。可是你因为你后就是后驱的。B 八的，照理说它声音应该会蛮好听的。声音哦、喔，你录得到吗？我不知道。哇，声音不错啊！你看，你听。错吧？其实你看哦，他已经30岁了。其实如果他当时有很多的，比如说几批机都会被消退的。嗯，对啊。
我跟你讲，现在已经热习惯，等一下在那边晒太阳你也觉得很热很凉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哦，那天去淡水收的车就是，当当啊 ，S7 400，哎他妈共430嘞，那习惯了 S400。那天真的很累哈、哦，那天很热哈、哦。哦，开回来又下雨又没冷气。哦，对，嚯、哦，开回来的过程多精彩呀、啊！哈、啊，等泰山说要开，我说好了，泰山可能就开这种车吸入大的习惯了哈，就刚开，结果开已经冲出淡水，他跟我说车晃不动啊，我害我就回来，害我开好了，我自己开，我开就好好的。哎，前几天就说一直走外面，后来连下雨了，哦，真精彩，厉害。你去开也可以啊，我开这台也行。好吧，可是我讲说要换两个手啊。好，等我一下哈、啊。好。我要发动啊。好喝啊！那你再放啊！散啦、啊！好了。好了、啊。为什么你来就好了？那、啊、你就是安那桥。我已经出淡水了嘞，终于回来了。刚哦，开车还开到你看，可能打米，我们过年都用打米。你现在可打米哪？因为下雨了，下雨了。然后想说没有冷气嘛，啊风啊吹，哦，回去都用打米，别个回家回家都用打米。我也是，刚发不动那是什么原因？欸我觉得泰山台湾好宠哎，台湾白菜你有空啊？没有啊，啊没有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是发起来就 OK 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原本踩一踩就好了、啊。我想说，干那这样收的真精彩啊！对，耶、yeah, 啊，就是这台了，夸张的当当当当当，哎、欸，这个400你知道吗？在台湾车主说应该只有一台啦，他是这样讲啦。好，我是觉得有可能别人有进，可是一般台湾最多是300 ，SC。好，300比较多啊，400的他说应该只有这一台了。我们现在说一台，等一下就有网友跳出来说，哎、欸，我也有一台哈，就知道几台的。对，当时号称是260匹的马力，可是我现在开起来应该是有了，应该是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敢踩，因为刹车，刹车要检查了。反正可是我那天开就好好的，今天开起来就怪怪的，那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们要检查项目有几个低，人气不冷，好，刹车要检查一下，还有一个电动开关，好，开关也不会动。像天窗那些都还好，外表其实就是这个了，大灯。可能要稍微烘干一下，换俩老阿修高高哎，外表就是这个，我猜这个应该有补过土，有考过漆吧？看五六块哦，六块六，哇，这看有哎、欸，对，这边比较黄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好像这边也有，哦，啊这个门这边有那铲，对啊，那天有拍，只是说那个在地下室不是很清楚，你看这样在太阳底下有没有一清二楚、啊，见光死了，对，啊对啊对，车主后来打给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他把这个防盗螺丝把它拿走了。他到时候会给我，到时候要跟他拿。这个防盗螺丝，这个、哦、对，有没有？他要插在这里，他就会转。他、啊、如果没有那个防盗螺丝，其实就是要把它破坏掉拿出来啊。哦，硬要拔就是这样了，就是后灯了，后灯破掉，这边破掉，哦，插撞到这边破掉。后灯，我上eBay看了一下是有，有，但价格不便宜啊，我猜应该不便宜啊。这边也是，他有是开始小裂痕，可是他没有破掉。对啊，这边也是那天讲的，就是这边破掉。对。好、哦、啊，还有了，比较特殊可能就是这个门了，它门做的有加强结构，啊、哦，这边你看有刺根，因为它重量比较重，它门做的比较大片，所以它这个有加强，对吧？这个比较特殊，结构就很强哦。我以为可以这样，再提起来有没有？拿刀有没有？再提起来这样，整个门开的方式就是整个门就往前插过来了。嗯，可是它角度不高，我以为可以再开哎，可是它这样是够了啦，只是说我以为可以再开一点。嗯，双门嘛。这个自己几座哦，四座而已啊。它设计你看，它设计就是扣架它就会动了，有没有？嗯。好、哦，啊、还有一个小事就是，你如果坐后面的人，这里有一个开关，你脚这样一踩，嗯、有没有就好了？嗯。接着先给的脚呢，它上车、下车就下来了。反而这边的车比较同步，还不错吧？哈。啊，为什么要说这个老车啊？嗯，它比较特殊啦，开回来看小事要怎么做，把它改稀有。哎、欸，真的是一台而已吗？哈、啊，如果有一样的，再跟我们说一下，300不算哦。好、啊，300不算。对啊，300不算，那400的才是哦。那你觉得它的外形好看吗？
好像都差不多，像其实新的也做的这样啊。哇，我们的430其实也是远远他做的，好像方式都差不多，这是他的前身嘛。哦啊、所以他是430的阿公，欸、还是爸爸？阿黑啊，你好吧？阿黑啊，对啊。哦，真的是热，对啊。如果讲错的地方哈，请多多包涵，这个没有很特别去研究啦，对啊。那你们看一下引擎啦，欸、所以真的是看车在地下室，有时候看得不太清楚。对啊，回来检查项目可能就是啊，比如说好刹车油那边要看一下，这个水管应该要换了，因为你看有水箱筋开始在漏了。哦，这个、啊、红红那个水箱筋啊，哦，结晶啊，有没有？哦，结晶啊，不是水晶。啊，电池诶，电池换过了，4月22号换诶。这个你看他有做记号，因为上次他们说他们车主那个喷流水有洗过了，哦、他说拆这个拆几个小时的，1:1:2:3，有没有？哇，1:2:3啊，那他怕弄错了，对，就是记号。啊，对，还有这个，你有拍到这个吗？这边有一个，好、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边也有一个。啊、这个是干嘛的？水平的、啊。谁的水平？如果这边调假设它30度，那边要30度，两边都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这边有，然后这边也有？远灯的，这竞争的。远灯也要水平的、啊。嗯，你厉害了吗？没得开。是没什么的，可是它就有这个功能。刚好看到，我跟你们讲。以前车都比较有这个，你看车为什么贵？弄一些奇怪的东西上去就比较贵。你不可能这么调整啊，可是它就是这样设计。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照墙壁嘛，调高低高低嘛。对，它就是可以这样调的，这样调完就一样高了。好了，回来可能就是烤漆弄一弄，漆就车子就很漂亮了啊。主要是看后面怎么再使用。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可以分享更多的影片给大家。耶耶，好热。我再问一下哦、喔，哎，这个车如果要修理，要去哪修？有人会修？会吧，头塔应该会修吧？这车这不是 Lexus， 高级头塔、啊，高级头塔。对啊，修理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东西它比较大而已。嗯，哈 ，V6 跟 V8 不是一样吗？多两个而已吧。我知道了，但主要料叫到叫不到。哎，这个是好问题。你说修啊，你没有说料啊，料我就不知道，料可能要找要比吧。比如说这个，它可能搞不好就跟300一样，或者是跟什么东西一样，就可以换上去这样，好吧？反正就是不行就用改的嘛，对吧？不行用改，对，不行再用改的啦。比如说这个喷嘴头换掉，你换阿提斯，干不也可以啊？如果放得下就可以了，那种那种概念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。